苗栗游旅游团昨天到嘉义阿里山旅游的时候，五名旅客从福美吊桥景观平台的木栈摔落地面，造成一人死亡，四人受伤。这座吊桥约有13年的历史，民间兴建后捐给公所，八月才目视检测过，外观也没有异状。公所不排除是近来山区多雨，木造的桥梁腐朽酿灾，但是有民代质疑，木栈道早就已经申请经费维修，却因为施工延宕又没有封闭，才会造成意外。五名旅客从一楼高木栈道摔落地面，救护车将伤者送医，有病患扶腰缓慢步行，也有人躺在担架上，三人送圣马尔定医院，两人送嘉基医院。吓一跳了。因为那个也是意外的，意外。站好准备要照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滑下去了。同团旅客说，当时打算拍团体照，才站定就发生意外，原定行程提前结束。这处位于阿里山山美村的福美吊桥，上午已拉起封锁线，禁止人员靠近。不排除近来山区多雨导致木造桥梁腐朽断裂，造成一死四伤。但是死者家属认为政府有管理疏失，打算提国赔。山区一直下雨哈，那个里面腐蚀还是怎么样，或者是因为昨天上去的人也很多，差不多十几个，可能有操纵的问题啊，这个部分还要厘清一下。放一个杀人机器在那边呢，你都知道它危险，怎么不像警方也会围个防护条封起来，大家比较会害怕嘛。这座桥是八八风灾之后新建，以邹竹常用的图形颜色为主题，展现当地文化，后续捐给公所管理维护。公所在今年八月检视过外观无异状，桥面钉子突出等情形也申请到经费要整修，但有民代质疑，就是整修工程延宕又没封闭桥梁才会酿灾。县府表示已要求全面检修吊桥。要是桥的前面的那个雨道，对啊，一个那个部分，我们以后会把这个也列入检测的。现在我们要做是全面在检视，有过很多木栈道。阿里山乡公所从下午起着手检测其余吊桥，县府已安排家属在当地免费住宿，伤亡者家属也将提供慰助金。除了查明事故原因，公所也强调该负起的责任不会推诿。记者林伟婷、王婷、许正俊加以报道。